晨晨来到我们现场，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父老乡亲们说的呀？谢谢各位父老乡亲对我的关心与支持，也祝愿在这里这个桃花山这个项目能越做越好。近日，奥运冠军管晨晨一家人现身家乡某景区晚会，引发网友热议。视频中，管晨晨父母跟在他身后走上台，到舞台中央后，管晨晨被妈妈招呼到站中间。当主持人问候时，一旁的工作人员伸手示意管晨晨站到最前面，不过他也没动，就站在原地接过话筒，表达了对父老乡亲们的感谢以及对景区的祝愿，随后便把话筒递给了爸爸。看完视频后，不少网友觉得这个场面太尴尬，而且管晨晨上台走大人前面显得很没有家教，递话筒给爸爸时也很不耐烦，纷纷指责管晨晨现在太高调了，建议他少露面参加活动。还有人认为是父母把孩子带偏了，导致管晨晨现在过于商业化。对此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？